兄弟们，这是一个新区半年啊，投资500万的一位老板啊，给大家来一波展示。这要不是在新区，我还以为是50000呢，是吧？刚才他们说有什么新区投资500000，有108种抓十国的方法能回本，你这也抓不了十国呀，这刷游戏币咋刷呀，哥啊？你投资50万了，就为了得摇钱树、修炼果、金刚石、定魂珠，还有夜光珠啊啊！看看修炼17、20、16、17，你当新区第一刷子也没啥用啊，哥。你游戏币是赚了，但是你号贬值啊啊！新区50万这种号也可以理解，新区四技能芙蓉打起来都4-5万啊！直播间有直播过。老板本来以为新区花了50万亏钱挺难受的，来直播间啊，散散心，展示展示，展示完更难受。看开服时间啊，3月2号，今天是9月16号，开服了6个月零13天啊，6个半月，玩自己5开，从零开始的啊。现在抓吃锅也来不及了啊，经验也不够啊。你说新区老板买体验能懂，新区五开赚钱给老板提供那种游戏币我也能理解，你很难理解这样你玩这样的号是为了啥啊？咱也不打 PK， 咱就为了刷游戏币，刷游戏币还不够装备和投资号亏的啊。